跑圈我怎么看？我印象我在哪里有看过？跑圈我不知道。可以在里面吃东西。是那个飞狗，巨城也有卖。是啊。是九回家呀，应该是那个，就是那个地方的。嗯，问一下。请问一下，你知道167号？哎，我不知道哎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抱歉。我在看里面。Thank you.
那时候呢，礼拜天因为我爸爸放假，所以我妈妈就会非常的会煮大锅大锅米水汤。可是我妈妈那个时候她没有说那个料，你生活好不好？